Hello， 大家好。唔知呢一度咧当中嘅观众有冇边一位系抹茶控，好中意食同抹茶有关嘅食物或者饮品啊？我就系其中一个啦。以前咧喺 cafe 嗰度好中意饮抹茶 latte， 但系因为近来对营养学了解多咗，知道咧原来坊间嘅抹茶 latte 咧，其实个卡路里都几高下噶。所以我近来咧就物色到呢一只抹茶核桃奶，佢卡路里好低，但系又满足到我嘅抹茶瘾。所以找到好嘢，一定要同大家分享一下。而家就等我打开个盖，俾大家睇下里面嘅抹茶核桃奶系咩样啦。颜色咧就系浅绿色，正常抹茶嘅颜色。咁会见到里面有一啲啡色嘅点点，呢啲应该就系核桃碎。另外睇翻营养成分表，每180毫升只系得60个卡路里，同埋有丰富嘅维他命 B 同埋叶酸。呢一啲成分，我相信大家都知道系对大脑、心脏同埋生长系有好好嘅益处。我饮落去觉得我口感好滑，可以有微微嘅抹茶香，系饮嘅时候用我鼻都闻到抹茶味噶，所以好啱我。再加上佢低卡路里，但系营养又丰富，所以近来佢成为咗我 number one 最中意嘅饮品。最后多谢大家收睇我今次嘅影片。如果大家有兴趣了解一下我的生活点滴，欢迎大家 follow 我的 Instagram。 如果大家对于我平时的食谱有什么疑问，或者想分享你们的食谱，我都欢迎大家去我的 Facebook 专页留言。最后如果大家有什么提问，都随时可以给电邮我的，我一定会回复大家。好了，那我们下次再聊吧，拜拜。